你小子来得正好，老夫正愁没有对手。您这是在下什么棋啊？没下过捉鹿棋，你可是错过了人生至宝。坐对边去，老夫一步步教你。等你好久了，下棋？还请手下留情了。
小子不错，初次下棋就这么机灵。是老丈手下留情了。这天底下无人不玩捉鹿棋，老夫不过是个业余。相比大城镇里的棋手，自有一套棋路的，那才是真正厉害。瞧你颇有资质，许是难得一见的奇才。这天下捉鹿棋有7位名人，个个身上都有奇异的棋子。既然你要远行，不如去找他们试试身手。我要如何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来历？玉水有个小子叫赵姬，棋下的还行。你若途经那儿，不妨去会会他。多谢老丈提点。